开心小线来代班、嗯、而且你知道小线来了之后我就开始在想，奇怪，小线你的待遇是特别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是坐沙发啊？哦，我说对哈。对啊，为什么我们今天是坐沙发？不知道啊，可能麦卡被发了吧？完全酷。可能对啊，麦卡，你知道发财了吧？应该发财了，对啊，麦卡被起飞了，发财了，发财，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你知道今天为了有你来，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来宾，待会来介绍他。对对对。我们先来聊聊今天早上听说今天，哎，刚刚有一个神秘的物体飞过啊，神秘龙。听说今天。啊、早上其实今天小倩跟倩倩几乎是从早到晚、哦、早上就见面了，对啊，就是有去录一个网络节目，但他目前算网络节目，叫网络温度计，就 是不是直播、哦啊、是预录的节目，是没错，就是由我们焦哥啦，黄子焦那个主持人、啊嗯、对啊，因为这次算我第二次去录影节目了，是第二次，上次还有去鏡对啊进棚啊，就是录影节目跟我们直播会比较不一样，有图对不对，来看一下，我有图，我们看一下哈。哎、欸，有没有？哎、欸，看，哎、欸，真的耶，有没有黄子佼？对，我只知道佼哥，因为我从小看他的。跟熊熊。对哦，鲁鲁跟熊熊。对啊，不重要，反正我只知道真的啦，因为我那年代哦，我大概幼稚园、国小的时候就是看，那时候他已经有很算很活跃了吧、欸？我觉得他真的是没什么变，没有老，完全没变。当时游侠尔，你看在一个小五岁，哎，那游侠尔，我看只有七年级前段班才知道这个，這個、我不晓得，反、啊、正不知道游侠尔那个真的很久，我在幼稚园看的电影，但那时候他已经在拍电影。真假的？哎、欸，我在幼稚园他已经在拍电影了，跟小五岁拍电影呢、欸。拍电影，真假的？那时候就是电影啊。好酷啊！可以、啊、回来。好，我们回来。所以你觉得这个节目跟你一般平常上麦卡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事前准备要多一点，要擂稿、啊。听说你还特地去录了一段影片。哦，对，怎么象棋这个结果落差？结果落差。落差为什么？因为他们剪辑出来的影片那个被切掉了。被切哦。下半部被截掉啊！我们重点就是下半部开始，他把下半部这样，我怎么凭空想象？我还说，哎、欸，那当然，那个可以开一下吧。结果他没有，那没有开是啊，继续想哦，好、哦啊，我们就从那边开始啊，对，胡乱就过去了。啊、逃鬼心的鬼了鬼啊！所以就是，而且其实前面聊很久，所以其实我们出场的时间就被压缩。哎、欸，其实还好，是蛮快就。我们有三个算是三队主播啦，对啊，就其实大概15分钟吧，我觉得每一队主播15分钟啊、嗯。其实大家可以期待，到时候知道什么时候播出，我们会跟大家说。对，我们会分享我们影片的连结啦。是，好的好。那当然呢，听说小倩你这一次回南部一趟过节，算是补过端午节，因为端午节那时候在工作嘛，想说。暑假到了，活动就是工作越来越多了，刚好趁这两天有空，就是回去看一下家人啊，陪家人吃饭这样子、啊。听说你回家不太平安，是不是？就你也知道，应该说最近天气很不稳定，就突然间下午会下暴雨，有没有？真的，而且那时候我先去高雄，去巨蛋跟朋友见、欸。南部也在下雨，对，北周北部下。对，南部的下雨点很奇怪，我那时候真的，我以为下午会下雨，结果下午没下雨哦。然后我先去巨蛋晃一晃之后，去凤山找我阿姨，因为他有托我香港买一些东西给他，就拿给他，然后跟表哥聊聊天。跟你讲得很细项，真的要聊一下哦。重点就是我要回程开车等阮到的时阵，就在好死不死下暴台风那种狂风暴雨，你知道车子都要翻走那种，对的那种感觉。之后呢，因为刚好前面有一台车一样同款车扣八十的就停红灯，啊，因为我想说。我也是踩刹车，因为下雨，我就有那种视线，可能真的有时候大家要注意，下雨天真的开车真的要慢啊。然后如果能提早刹车，提早刹车，要抓好那个，对，真的要保持那安全距离。因为我想说我已经刹了，撞下去了，因为我撞下去了，没有，那时候就觉得，哎，我好像是刚好对，还有一段距离就碰。啊，那我已经停了，哎，就砰，就整个精神，我刚刚给他淋满脸。车有怎么样吗？没有，我说错，那你人又怎么样？都没有，是没有怎样，因为刚好下来哈，下来是对方是一个女生啦，哦，她比较会惊吓，然后她开始 call 她全家人来，就是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她要老人来打你吗？没有，不是啊，只是她先 call 她亲友来，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我们就赶快就报警嘛哈，处理到现场量什么东西，然后就回警察局做笔录啊。对啊，因为我们双方都有保险，因为主要是真的保险也很重要，不要省一些那种小钱啊，该缴的就缴，就保平啊。因为保险帮你缴了。对啊，出险了。你要赔多少？两万六。两万六？哎，你这样撞一下26000。对啊。26000是那一个月差不多哦。对，26000。对对，这个啊，你们看一下就。哎，这样撞一下26000。那只是小小撞，只是小小撞一下，后面卡车怎么都快烂掉了，小小撞，所以
还是要买一些比较好的车啦，真的真的啊，回来回来，对啊，因为那时候中午去用，然后就去还是自己吃自助餐要钱，就自己赔了一段，还要赔别人钱。对啊，重点就是有保险，就有保险公司去出险理赔啊。你只要不要酒驾，你只要有保什么意外加重险，他都会正常会理赔啦。哦，对啊。大家很多人问说，为什么今天是小宪来代班，代班小宪，为什么不是新培？因为新培他请假。为什么请假？对啊，我要跟他。这个礼拜天有个特别的活动。哦，知道他办的那个神魔之塔公会争霸赛，所以他这礼拜应该很忙啦。他非常忙，因为昨天今天吧，昨天半夜，香港那边总公司像 Terry 啊，他们的 Mayhem 工作人员全部都飞来台湾，全部都来了，全部都来了，然后他们就是为了要准备这礼拜天的赛事，所以他也是没日没夜熬夜在开会，所以他我都要一直开，我都懂，我懂，我懂。他很想来，可是他就是你也知道，他两个礼拜也才有机会就来录节目跟大家拉赛。可是他今天真的是很想来，没办法来。把电信卡本业先拜托，对，拜托我们的金城武。哎，对对，哎，对啊，就对了哦，爱了爹，爱了爹。拜托我们的金城武，好好。那但是呢，今天来再看一下。好，今天我们的流程很特别哦。没错。首先第一个，我们有来宾的单元，就是要先介绍一下我们，而且。待会我们还有个特别来宾，其实他已经来了。太难对了。第二个呢，第二 part 就是我们的春季杯精彩回顾。哦，春季杯选手四强的选手，四强选手，而且听说呢，我们今天还有总决赛的关卡示范。哦，关卡示范，有可能有我们的最强的关主小宪。哦，我是关主，来试试吗？我也可以，可以啦，如果有机会，看大家有没有机会让小宪试试。主要是先让那四强选手先去示范。对，所以我们今天前两 part 的来宾的部分，待会呢，听说小宪跟倩倩还有我们特别来宾会跳舞，跳舞，跳舞。我们要玩体感游戏 ，Danger，Danger，Danger， 不是 Danger，Danger 是舞者哦，Danger 是危险啊，对 ，Danger 才是。而且你还是讲台语好。好跳舞，跳舞游戏。跳舞，跳舞。OK， 好，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无时就是不定时的会出现。你知道麦卡贝也有办一个冠军，就我们春季杯的冠军赛，对吧？哦，对。什么时候？6月27要礼拜六。哎，没错，三点开始。可是很多人问说，我想去现场帮选手加油，该怎么办？刚好今天有开放线上的朋友报名，只有今天。然后我们的琪琪姐呢会在我们的聊天室不定时放出那个报名的网址，就大家赶快去抢名额。即报名满了就没喽。对，好像只有几个，六十个吧。限量六十个。对，所以等于是你看，今天假如我们今天来线上的是2300万人，十亿，你70亿，全世界70亿人，对。结果他一抛上来，秒杀，秒杀就没有，就没了。所以大家如果礼拜六想要来看比赛，今天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聊。天是不间断的。我跟你讲，如果你看聊天室有出现网址，就赶快点就对了，不要贴给你的朋友，因为他们没有来看节目，所以没办法报名。不要告诉他们，好不好？你只有你有看节目才可以哦，啊，才可以报名，所以这是你的福利。OK， 好，好的。那当然，刚刚讲了那么多，那先来问一下吴小宪。好，今天来代班，今天星期四，好久没有跟倩倩一起主持，来讲一下，你会不会有那种很紧张啊，或是很担心的心情？还好，你觉得我从刚刚有紧张吗？好像是没有，早上已经先暖身过了。对对啊，其实不会啊，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欧小仙，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金城武了。金城武跟欧小仙就 level 差着贼啊！我觉得大家平常真的不要给他灌太多名堂。真的，而且我最近不是在外拍，你知道那个你有看过外拍哈？你在那个什么在 end 刀？西门町，你站一下 ，pose 一下 ，pose 一下。你今天听说你那时候我墨镜没有戴了，就这样子。墨镜没戴了，就这样子。哎，你站一下，再哎，我们来 pose 五连拍。来来来，主要是手表那种感觉。来，第一连拍，咔嚓；第二连拍，第三连拍，拉线；第四连拍。好，你看，你在卖什么啦？哎，那现在曝光纸已经破了，大家赶快对，赶快去抢。可是呢，不要贴给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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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让自己报名啊！好，那刚那因为小宪去当男 model， 所以其实小宪其实有往多方位发展，有机会有计划想要出唱片。唱片是还不会，因为我的歌艺我知道我在哪边啊。哦，就有现在还知名不是就是在练习。
可以去练习，只是现在不要什么都搞嘛，你就是还是专练，对，专精游戏。那之后如果真的有厂商看到，我可以当 model， 还是如果需要我以后露上半身的，我就会练回来。真的？哎，听说你最近在健身，要不要让大家看一下你的成效？我还记得你之前拉出来的那一坨。我最早以前真的是六块肌，你没有看过吧？我已经最早以前最精实了。那时候我速度还想说你是不是修图？而且那没有，那时候还没有碰到什么，因为碰到。我想看一下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进步。就是手比较上半身比较，因为你这样看就知道上半身差很多了啊。哎，真的有哎。有哎、欸，因为小倩的脸也变尖了，她也、就是、这就是结实的胸膛，你看就是不一样。那个好了，可以坐下来。她有阵子那个双下巴有点苍。对 对, 對，在那时候真的。她现在整个脸都算是比较尖，对的、啊，散短。对啊。哎、欸，我觉得有健身有差，听说你。哎霞，我未买去那个，我未去苏州的吼，我未去苏州。拜拜，你是惹到我们，惹、到我们导播。对导播。哎、我问你哦、喔，你自己本身除了在运动之外，你是有配合饮食？一定要，我是觉得你要瘦下来，你要变壮，你要有线条，饮食控制一定是占了70%啦。哦，饮食70%，那一定要七十。是什么？不吃吗？不是，一定要吃基本的每天的基础代谢，就是你的基本热量吧，那种摄取一定要有1500卡，我就觉得大概要1500卡。你要算哦。有啊，你大概要算一下，就是三餐嘛，就是早餐吃好一点，中餐吃正常，然后晚餐尽量就是清淡一点，晚餐就是要清淡了、啊。哦，晚餐。对，因为我们现在人就是其实都是相反，晚餐都吃得特别好，啊，早餐不吃。大家觉得早上吃、啊、不饿，其实对啊，然后就是一次就吃太多了。对对、就是。然后中午就很热，不想吃，是然后晚上超饿、就是，然后又吃宵夜，对，那就不对了，这样就不对了。我们这绝对是往横发展，绝对。嗯我想吃宵夜真的胖超快，超快，真的。所以其实现在小倩还在努力，对不对？还在努力、啊。你以后就有出写真集，会不会？我希望啊，如果真的让我。有厂商找你代言拍写真，没有？如果我真的练到那个，如果厂商有，我愿意拍了，我还可以露两。写真。CK 啊，C 可以可以，如果 K 吗？可爱 CK 有来着，我穿三角裤我都可以，我都可以。子弹内裤那种。可以可以 ，CK。CK 不对对 ，CK 一定要多破几张你内裤照，让厂商看到才觉得哎没卖哦、喔，先练回来好不好？先把身体练回来。那问一下，听说今天新培不在，因为他请假，對對對他为了礼拜天的工会争霸赛，然后再跟香港总公司开会。那你知道最近最红电影是什么？侏罗纪公园。哎、欸，反应蛮快的哦、喔。对啊。最近最红的电影是《侏罗纪公园》，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请小倩来之外，我们还请了一个吉祥物来了。吉祥物是什么？吉祥物了？大家想，就大家都非常想养的迅猛、欸，不是啦，迅猛龙，哎、欸，不对，是我们的恐龙妹小米。耶、yeah, ，我们欢迎恐龙妹，好像是一只恐龙啊。而且超悠闲的恐龙，那天一个人，你知道以前所有的来宾都是坐高脚椅，就他一个人这么一个，你看一个人这样躺，坐一个人那个沙发，对啊，然后我们现在恐龙慵懒五连拍好了，对，恐龙要第一连拍，对，你睡死了，第二连拍，嗯，第三连拍，四，啊，你可以睡，可以睡，你可以睡，我觉得难先睡啊，五。啊，很可爱，对，很可爱啊、欢迎我们的小米来跟大家说说话。对，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恐龙妹小米。耶、yeah, ，小米今天听说就是最近侏罗纪公园，最近侏罗纪公园又兴盛出来、啊，听说就开始通告满档，是吧？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嗯。就不小心去看了侏罗纪，我就成为那个吉祥物。然后大家都想养，大家都在问说，哎、欸。哎、欸，你的电影上了、欸！你的电影上了，对，真的假的？大家真的会这样讲？对，大家会说，哎、欸，你的电影上了，你去看了吗？这样子。好，那问一下，听说你这次是第三次来到麦卡贝、嗯，前两次都是卤蛋当家，对啊，而且好久没来了，听说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了。这是第一次来到今天新女士，你有什么感觉？嗯，第一次来，我觉得就是熟悉的跑不同的那个节目。对，我也觉得有点，就是有点害怕，不用害怕，因为是、第三次，对，而且有间隔一段时间，所以有点紧张、嗯。但是你们人都很好，对、嗯、对，我人就是很好啊，对啊，拜托，刚刚周姐，对啊，小心看到妹就多么好，不是，听到讲台语就觉得有点亲切，公台，我买票，对的，台湾人来讲台语吼，台湾人来讲台语，麦搁底下讲什么小英文哦，我买西贡台语。台语真的超破！你最近有看那个超级比比，然后那个是讲台语的那个影片，哪一个超级比比？我可以查，我有看到他讲台语，然后叫那个 Ella。哦，你知道昨天太好笑了，那
个、欸、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真的，我心想说，如果我去，我应该也是这样。他就是要用台语去形容那个东西嘛。对啊，哎、欸，来玩一下好不好？对嘴，来玩一下。那小米会说台语吗？不会，我会。你会吗？我要会。那这样我想一个题目，然后我问你们两个猜、啊。好 ，OK 啊 ，OK 啊。好，我要想，好好。可是你要给那个，不能让我们看到啊。还是怎样？你想一个题目。对，那时候我没办法写答案，我拿一支笔。你去写、啊。我们哎，拿一支笔玩一下。写。不是吧？你要写，你要给一个人知道，然后一个人再去那个，哦、应该是这样子吧？好，那你觉得谁猜？你要猜还是你要猜？他猜，你猜。我猜好了，你猜，我猜，那所以我讲一下，我那么聪明才是，以我的聪明才是一定马上可以知道，而且又是我最擅长的台语。别麦克风嘞！哎、欸，为什么？哎呀，因为你伫咧乌白呢，我零星猜是个。哦，好，那我们两个一起讲，然后看好了。好，好，那我们开始哦。好，啊，主要是。谁要让我？我们五个字好，那公开只能还有五个字。第一个字是一个动物，是一个动物好。五个字，第八个。然后五个字啦，五个字。第二个字，侏罗纪公园。哎，你不能这样子，太快了吧？太烂，太烂，太烂了，漏掉了哦！也太快了。那你抽题，我们猜。好啊，你抽题，我们猜。所以想猜，讲。那你给我笔啊。没关系，你就想在心里。我要想在心里哦。对。可是要大家知道，不要公正啊！你要让他知道。好。对啊，有那个笔啦，来来来，笔嘞。哎，那边是笔嘞。起笔有没有看？起笔。电视柜上啊，起笔。我知道，好，我用一下哈，我要一定要写出来，让他知道。哎。帮你写一下，哦、所以天天也是啊。你出题我问，然后他来猜，好，好不好？因为他会出题他會講啊，我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我太厉害了。好难，我太正超破，正超破。真的吗？我曾经就是被小朋友取笑。来，好，好来，看一下。嚯，这简单。很难，好不好？很难哎、欸。你讲、啊。好，我来。一里。这。哎、欸，没看到，我转过来，没有，那我来猜。哦，这个太简单了。好，五个，一三个字，三个字。还有讲台语的。第一个字、是钱，钱叫做 money， 钱。完蛋了，钱，铜板。啊，我知了，没有。第三个字是一个。数字怎么讲？而且是一个你啊，怎么办？啊，我知阿咩讲啊啦，你会台语对不对？会哦。第三个，嗯，有一个成语叫“三米柱靠蒙”。三米柱靠啊？叉子枯木，三米柱靠蒙。不能讲中文呐、啊。哦，三米柱靠蒙。我觉得你在，我要第二个，几个啊？够诶。靠住吗？啊，第二个哩 ，Hello， 有那个足大的厝，足大的厝，足大的厝，足大厝，嘛不是，不是，伊是一个足大的厝，国王，有国王，皇后，会住伫什足大的厝内底？足大的厝，国王甲皇后，国王甲皇后拢会住伫什么所在？国有皇宫啊。Go， 三合院，绕国啊，花旦三合院嘞，都大哎，姐啊，都大，怎么办？好难哦。无，咱个等下第一个，咱个等下哩。Hello， 咱若做好伊啊，咱若做好伊啊，咱会买啥物件？转账啊，咱会买足大地，贵金。啊啊，对了，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嘿。第一个你敢那一个字尔？第二个你是一个足大的厝。嘿，啊，国王、皇后、甲王子、公主，拢会住伫啥物所在？公主，金，宫，就要搞啊！足大的厝。城堡。哦，第二个，金城武。对啊，好，对啊，然后这样子就 OK 了。好难哦，好难哦，啊，超难的。你看，可是至少我们表达出来啊，我们会表达。哎，我猜真的好酷。可是我，还是其实我不会猜，有可能，对啊。哎，那听说今天
刮起一个，你知道前一阵子大家都在炫富，对哦，炫富我知道，哦、不是那个炫很有钱，而是炫倩倩轻轻松松的就可以，可以啊，看一下照片，好，我们看一下，请看炫富照，对啊，加啦，你看，我手还超过肚子很多。为什么啊？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你是柔软度，大家都说炫富是因为身材好，结果后来发现，是柔软，因为我肚子其实很肉，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觉得炫富根本就是，那叫什么？就是柔软度，主要是柔软度的问题吧。有可能就是那个人手特别长啊，像人猿一样。回来。所以炫富这个部分，小倩你 OK 吗？你来试试。我跟你说，我让练习一下，就是、那我们口红妹先试试。就是不 OK 啊，要不然我早就用了。妆是不是要脱一下？没关系，应该可以哦。可恶，本来想说帮大家谋点福利。炫富，来，你先练习。我来看一下我们小米行不行？那先拉近一下。炫富，可是看不到哎、欸，可是这样看不到腹部。可以。快！还是我应该要拉下来？没有，我帮你打开这个纽扣就好，这个就好。好来，刚被我压狠了。我帮你拉，可以吗？我帮你用一下。多宅。好，这样。不行，真的假的？可以，我可以，我有用过。一、二，可能口红妆比较厚吧。快点！快到，快到。快，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哪里呀、啊？摸不到。这里。哎、欸，就差你指甲你很长哦。等下，不行。我来试试，因为这个真的是柔软度的问题。真的、哦。你看，哎、欸，为什么那么简单？哎、欸，我感觉我快到了、啊。怎么会？哦，小倩，你真的？再说一次。来，你说你感觉快到了。你屁嘞、欸！屁嘞、欸！屁嘞、欸！屁欸、你不要在那边假，你在那边给嘞、欸！哪天露出你的肚脐。那等，我的肚脐不想。快点！好了，等一下。要炫富就要出现肚脐，在哪？在啊，在这边。好，我帮你拿好。好，来试试。哈哈哈！不行啊！我不要，我不要。那导播哥刚说。他不要缩小腹，你看，管我，你管我，我开心，我 happy， 我 happy、欸。哎，那所以你行不行啦？好啦，不然这样子，你不要动，哎、欸，那你开始哦，来炫富。嗯，干嘛？他帮你。错边了，你从这边的，那腹肌差太多了啦！不行啦，这太难了，不要啦，男生干嘛炫富啦？小米太成功了吗？快到了吧，他快到了、啊。下面可以吗？我觉得他快到了啊。我觉得这个衣服比较太厚。对啊，太厚。把它拉下。好，你可以把它那个，我把它拉下。哦，大家有福利了。哇！哦，有，不然会掉下去。哇！为什么这？哎，有裤子，不要乱叫。哎呦，腰会很简单哎，真的，因为他有腰身啊。关系、OK 的 OK 女生好像都蛮容易的、欸、真的，我跟你讲，男生要很瘦才可能啊。可是我觉得其实是真的是柔软度的问题，对啊，因为柔软度是这样。我柔软度也很好，你看我可以这样子，我也可以这样子啊。当然，你的柔软度，我可以这样子哦、喔，你看这样算好吧？其实手掌有碰到的话是算好，算好啊，拜托。好啊，坐下。可是听说他们刚刚不是看到你在炫富，他们是看到你在摸肚。他看到你在摸肚，可是听说小倩他你炫富无法成功。对，可是我有可以炫什么？炫锁骨啊！我有来看一下照片，我们看一下照片图啊。我可以钱币有啊，八块，我真的是用八块这样子。我有锁骨有没有？炫锁吗？炫锁骨哎，第一次看到哎。你有多少钱？就8块。八块啊，真的就八块啊。能够再放多吗？不是，你就极限啊，极限、啊。为什么突然要开始炫锁骨？那下回你要让我们挑战？不是啊，是对你们要挑战炫、啊，你们没有炫过锁骨吗？没有，那我有锁骨的、哦，从来没有炫过。啊，我叫锁骨哦，我看到了啊，锁骨。屁嘞！对，锁骨啊，不然就是什么是衣服的问题啊。真的假的？那你有带那钱币吗？有钱，我很多钱，我有钱人，我当然很多錢。有钱就都是一块钱。对，有钱人那一块，来加我零。好，这边多少钱？应该10块吧。10块，来，我来帮那个小米用一下，好，小米先。对，锁骨。人家炫锁骨。要出点力，哎呦，他有锁骨，有可以啦。来，第一块钱。来，我们。哦，今天有各种福利，我们的摄影哇。第二块钱。你应该用纸的，把它很慢慢把它叠，好，慢慢把它叠。哎呦，第3块钱，我觉得夹
我觉得今天好不对啊，是炫锁骨，不是炫那个水沟，是炫锁骨，不是炫水沟。这个啊，对，怎么感觉怪怪的？怎么办？他掉进去了啦，掉进去了，我要怎么拿？我想拿，我们自己拿，自己的钱自己拿。我想先这一块钱拿去拍卖，我就要卖10000的。这块钱拿去拍卖，这张我觉得画面有点怪怪的，待会再拿嘞。画面现在怪怪的，三，不行，你要凹一点，对。三，其实它有线，你知道吗？它有线在这里，它有一条线卡在这。把它用掉。好 ，OK， 这边现在已经5块钱了，5块钱了。5、6。哇哇，你那8块钱真的很不容易耶。7，可以。哇，可以。8，他要超过你了，我小心。哎呦，正常女生一定要超过。我觉得这一集大家看到要进去了，要进去水沟了，洗沟，8块钱，洗沟了，哇，洗沟了。我觉得新北这集没有。我这样发我这一集，这个福利啊，而且你今天的那个费用就不用领了。哦，没有，哇，太幸福了。后来试试看，对你帮他用，我不好意思用，对啊，我就负责观赏就好。炫锁骨，第一次炫，对。要用粗一点，就是感觉叮一下，叮一下，叮一下，叮一下就过了。有点难呢。有没有？好，锁骨。好，一，二，三，好，四。哎呀！要洗锅了吗？要洗锅了吗？不要说，一块钱要洗锅了吗？是啊，是。五，哇！小心要换钱了，6，人数要暴击了。七啊！小朋友不要乱学啊！姐姐有练过啊！八，就近那一块钱。还有吗？神奇！哎，几块钱都进去了耶！进去了，怎么办？对啊，记得一块钱要还我。记得一块钱。那我的也找不到哎，怎么办呢？拿出一块钱了。对，拿出。他们都洗锅了。刚刚的包在哪里？洗工的，用在这中间。而且你看观众暴增，我帮你们看，我来看一下观众到底多少。有真的突然间比较多。这掉进去了怎么办？我刚刚找不到怎么办？行，完了，可以下你们先自己处理哦。等一下，他掉到下面去。啊，怎么都掉出来了？真的，他滑到我的脚上，我的还没找出来。我这些你看，这多少人想要那10块？拍卖价8万1，啊，请麦卡贝把它封住，有没有？有没有？什么？还少一个有吗？是10个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哦，还有在你们那，还在我的，10个还在，不知道在哪。还是要拿去，我来帮你好了。还是你要拿去回去做。好，而且我们在休息时间，拉有点温热。现在大家都抢着这些一块钱。来，这些钱好不好？真的啊。来，我小心拿去镜头前面给他炫耀一下，这是刚刚我们的体温，是不是？怎么有这计划？不要这样子！你们不要这样子啦！好不舒服。没有，我真的是以一个很成熟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它只不过是一块钱，它这个一块钱大概被几千万个人使用过了，不差这个、啊。我们都是一个肉体嘛，那我们都我也可以用啊，有没有这样子？这样子啦、如果有要义卖的想要捐钱的，这边哦麦卡贝会封起来，你说这是他的10块钱、你少在那里。琪琪是琪琪姐的10块钱啊、你看琪琪姐，你看你的10块钱啊暴增了啦，涨10000倍了啊、小线只剩你看这人太哥哎，我没有太哥，我是这样子哦、喔、超太哥的啦、那所以其实你刚刚是8对不对？然后我也是8，我也是8、那个8真的算是很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我给他，我再跟一下，因为我这边会，你要起来一点，这样子，不是，我在那边，对，这样，再一台，对，可是我这样，你要转一个角度，不要，反正照片就算了，之后我再表演了，之后我再练妆点，重点就是我是有锁骨的这样子，我是这样盯住，对我主要是这样盯住，这边就有了，你刚一摸。买了啦，不买啊，不买啊！一摸全是他，奇怪了，不买了。好，那当然，
啊、那当然，刚刚选完那个，你知道我们今天早上在录影的时候，不是大家他们就说把那个小番茄。哦，他们我看到今天就是他放番茄放在这里。对，还有看到放番茄，唱歌哎，番茄，然后还要唱歌，几颗？一颗啊，都一颗一颗、哦，只是他不要让它掉下来。蛮大颗的哦。对啊，他就不要让。我们今天没看到洗锅。对啊，如果番茄再进去的话，可能大家抢着吃吧。哎、欸、呀，小琪琪说800万啊，卖给他，他说800万卖。800万、啊。你愿意？你要跟他买吗？我说吃饱太穷了。你要跟他买吗？80块都不买啊！对，我的80块都不买。80块都不买，你真的是很小气哎、欸，太过分。不是啊，这明明就是只有1块钱，干嘛会三倍啊？没有没有，是不要。而且你8块钱，可是你有没有想说挑战不要用1块钱？有十块，有用10块我知道，可是没办法，我的锅没有那么深啊。你是说这边的锅？没有没有，这个凹洞凹槽，我这里凹槽不要去啊！我知道，我还可以用。我，你可以用手吗？用手哦哦，我真的，就是我可以用反手抓住它吗？我可以，我哎，我、欸哦、有那么凹吗？哎、欸，怎样用啊？有吗？这怎么用啊？还是这个啊啊，是这个吗？是哪一个？我来放好了，是不是？是不是我来放？是这个，这个。哎、欸，这个真的很酷，真的。哎、欸，我也是有的哈，你们有你。哎、欸，真的可以？啊，你有吗？你自己看，你有吗？我来，帮我放，帮我放。有吗？有吗？有吗？哎、欸，好像感觉可以。感觉好像其实很简单。哎呀，其实很简单啊！破梗了，你怎么开破梗？啊，自己、欸，原来那么简单啊！我想说，我有这个凹槽啊。还是本来想炫耀。对啊，我想说，哎、欸，我这边有个凹，我好像不行哎、欸。我大家比较小，我的好像有点小。哎、欸、呀、欸欸啊，不行啊！那惨了惨了惨了！大家穿的不行了。对啊。哎、欸，那一块钱找到没啊？还没，还没找到。有掉下去吗？找一块啊。应该没有，可是好像掉到、欸。我觉得当女生有点幸福哎、欸。对啊，可以在那边互相。应该掉到，整个头都进去了，整个头要进去了。好，来帮你找一下。哎、欸，怎么、啊？真的没看到啊？怎么没有上方摄影机呢？不专业，人家录影都有那个上方的，有没有？奇怪。高空俯视的。哎、欸，真的没有、啊。他可能在内衣里面，啊、他被带进去内衣里。哦，等下休息时间找一下。好好好，快一快。哎、欸，那个有要拍卖吗？好啦，好啦，那今天第一 part 是我们就是简单的闲聊，对，闲聊，跟大家玩了一下。嗯。第二 part 的部分呢，我们要来待会就是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小米喽，再精确更深入的、更深入的访问一下哦、okay, 嗯。待会就是除了要现场啊，直接剪他的衣服，剪出那一块钱，不是？哦哦，现之外呢，我们还要跳舞了，要来玩。听说我们的小米初 dance 很厉害。你也会很会跳舞吧？喜欢跳舞，喜欢跳舞吗？跳舞很强，跳舞很强啦。所以还在学习，所以待会呢，我们就要来让大家感受一下香汗淋漓，然后跟小线的瘦身教室这样。哦，好、啊。好啦，那我们很期待下一趴哦。那我们休息5分钟，待会见啦。那如果也要拍卖的朋友，请记得到麦卡贝 Life 直播。对啊，跟琪琪姐买那一块差的啦。跟琪姐拿，哇，琪琪姐开价多少就多少啦，好不好？待会见啦，拜拜。消失。
We were always told it might come to this. That one day, everything we ever knew could end. It was a weaponized virus. One by one, we began to fall. People started tearing each other apart until society as we knew it collapsed. There's an ordinary world. It was a signal that the normal lives we led were gone. We are activated as a last resort. We are the division. We don't know how many of us there are, or what it will take to save what remains. But there is one thing we do know. There cannot be any hope for tomorrow if we don't fight for today.相信他还活着，我都要找到他，这是我的命。누가 도모한 걸 대고 있어? 당연히 모가지도 그래야지. 快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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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